在嘉义县选举结果被法院判决无效，重新投票选举的，这属于民事行为。候选人张明忠并不调查他以及有告诉，而发生问题的15投票成功人数，一共是有591人。今天的重新投票选举，投票设在竹崎乡桃园国祥，嘉义地检署首席检察官管国雄，并且亲自带领检察官和监察小组委员到场监视投票。今天投票是由上午8点钟开始，到下午5点钟。今天的投票结果将决定由谁当选。